们现在在那个登机口了，我们准备要上飞机前往我们的第一站，不是重点站，就是转机站这样子。可是我停留了大概八个小时吧，我跟阿凤又合体咯。对，大家非常期待的，我个人非常期待。我们这次旅程呢会长达2个礼拜，对，这次也是双国，对，大家可以猜一下我们要去哪里。我来搭配这一次的那个行程，可以穿这个青花瓷的裤子，看看青花瓷有没有？而且要坐那个比较长程的飞机，一定要选一件舒服的裤子，不要穿什么紧身牛仔裤。对，是万年不败款的那个帽底，那个不良是。对，不是那个不良，是另外一个不良。我们那是两个不良。对，这就是我们要即将要搭的中国航空 Air China。体验，对，是的。到了，我到了，我还没。下午的快5点，对，我们要那个快闪一下北京，先进去他们的市区试验。对，这边有一整排的，它是给那个入境的外国人使用的，然后它要采集指纹，就把你的护照什么的放在那个洞洞里面。然后对我刚刚说，那我来用一下好，等一下虽然不知道它是什么用处，但是他说要采集指纹，我就来给他采集，结果他就说。放入我那个台胞证以后，他说本国人无需使用。对，我已经回国了。对，我们已经被那个内建为本国人了，这样。本国人，首都国际机场欢迎你。OK， 我们有现在还有8个小时的时间。对，我们现在要搭地铁进市区。这是我们的机场快线的车票，1张25元。它好像只有两个站嘛，不管去哪个站都是25块。三元桥跟中直门。你看那个色，你看那个颜色，太好看了。这颜色真的很好看哎。对。坐了40分钟，40分钟，对，40分钟到了东直。好，我们现在在池，我们要坐2号线。2号线，然后呢，我们现在要去前门站，选前门站，然后4块钱一张，我们要2张，很便宜耶。对，2张 ，OK。然后嘞，然后投钱吗？直接投吗？应该是吧，请投入纸币或硬币。哦 ，OK OK。后面有人在等，我们快点。哦，好 ，OK OK。前门站是我们要去的地方，它在天安门的前面。是快要晚上7点。全部都是那么重要的，看你的确是比较安全。对，我们到喽。我们从那个下站就是坐那个市区内的捷运，大概20分钟就到了。哎，那是什么嘛？那刚刚那个网络上也有看到的这个。对，没有做太多功课，我不知道怎么介绍。反正我们现在是要去直接找吃东西的地方，我们只剩下3个小时时间，还是2个半？对，就要离开，快闪！这里好棒啊！我也不知道哪里棒，反正就是很棒。可能因为没来过，很新鲜 ，fresh。这经过了很多，越路看这些有的没的。对啊，没有时间，还一直在留恋那个路边的东西。北京没错，这里非常有感。谢谢老板，谢谢。好嘞。Thank you。羊肉串，这家东来顺羊肉串，听说在北京这边算有，然后是1串12元这样子。香味十足。它是不是应该是比较多的那个香料？不怕。
过来这边，麻烦一下，就不用谢，没关系，这样。对，还好只要买一串。对的，狗不理汤包，连慈禧都爱。这间我很想吃包子，可是我怕我没有胃可以吃它。哇，这里很好看。帮你拍照。哇，哎、欸，这里很好拍照哎，这里晚上的那个。地上的那个光影打上来啊，很好看。这家全聚德就是起始店，就是它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，然后在北京是最有名的，有非常多的分店，可是这家创始店这样子，就在这个新余口附近这里这样。对 ，Starbucks。四季民族烤鸭店，说它前门这边有2间，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哪里。我打算等一下问人，想不到走怎么到。听说这一家也是要排队的烤鸭名店。重点，我们重点到了，四季民族。他们是用木材烤的，哎。真的，喝假，会吃已经先评判了。他的菜单像一本杂志一样，一本书。大一本，你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？豆腐。哦，那豆腐堡是怎么样？有豆腐堡。另外一种豆腐料理。对，让人家觉得点菜很安心，不会点错这样子。水果是草莓，然后呢，他们就是这个蘸酱这样子，一份是5块钱，这家另外点的这样子，是一个那个 YouTuber， 极力推荐他这个豆腐堡，他这个豆腐堡是超好喝的，我来喝喝看。好，因为豆腐看起来真的是很那个哎，很人工，就是很手工，很手工的。这豆腐堡真的蛮浓郁的，可是有一点对我来讲的话，有一点点略咸，对你来讲的话应该也是的。好吧，豆腐跟我们豆腐不一样哎，它看起来其实有点像我们那个台湾的那个什么臭豆腐，可是是汤的那种臭豆腐的样子。先过来跟我们讲说这是我们的烤鸭这样子，然后就在旁边帮我们直接切片。片那个烤鸭这样子来了，哇，好完美哦！半只鸭，哇，好美丽哦！哇，油亮亮的哎。这个包给你吃，好像没有办法吃到很纯净，就是鸭肉的感觉，不会太多其他东西。鸭是好吃，然后皮很脆，然后油脂很扁厚，就是它油脂是很丰富的那种。可是没有到特别惊艳，我还觉得这个豆腐堡的味道比较重，就是比较特别一点，比较特别。好，我们刚刚吃完了那一餐，我们总共吃了189块，很便宜，一个人都不到四，哎，一个人多少？400吧，应该差不多400块台币。对，而且很饱，很饱吗？因为我们看隔壁那一桌，他点半只鸭，看起来很少，看就一点点肉而已，看起来很少。可是吃一次其实也还 OK， 还蛮饱的。两个人吃半只真的是差不多，对。还蛮饱的，而且他们的服务生人真的很好。对，重点就是他们的服务真哦太好了。因为我们后来有点那个什么炸鸭骨，我们看隔壁桌有点，然后我就觉得啊，看起来很好吃，不然买。炸鸭骨才20块而已。然后后来他就过了，我们就全部吃饱，真的很饱了。他就送完说你的炸鸭骨来了，对，我完全吃不下，好饱哦。对，完全吃不下。可不可以问他说可不可以退？
退货，然后对他有点为难，可是就是回去了，就再过一会儿，他再回来的时候，能够跟我们讲说，不然这一盘送你们。对，就招待你们，招待你们，招待我们。是我们真的吃不下了，我们不是，对，我们不是就是要你送我们，这我们真的吃不下。对，我们是真的。然后他就又很为难的把那盘烤鸭骨拿走，对，收回去。送你，你还想怎么样？对，怎么这么难搞？对，可是他们从头到尾的那个态度非常的好，就是笑容满面啊什么的。走嘛。对，所以正品给他们正品，对，完全是正品。然后烤鸭的话，因为我们只吃过那间，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别间怎么样，但是是好吃的。对对 ，OK。所以就结束我们今天的快闪北京烤鸭行，成功成功。我们准备要回机场了。对，现在是9:20。对，九点二十分。我们是半夜1:30的，1:30吧，好像是1:30。对，半夜1:30的飞机。对。20分，大家都登机。那个位置还好，蛮好的，它有个那个跪咖的，空间是真的有点不够。对，可是就是其他的部分都还 OK， 还有充电的时候。台湾同胞干掉，对，蔡妮妮，蔡妮妮，蔡妮妮。